给我一杯奶茶。老板，两杯奶茶带走。阿姨，你怎么插队？哎呀，我着急，你让我插一下，怎么了？我插队还有理了？我就插个队，怎么了？还没完没了了？穷酸样，你们的奶茶钱啊，我掏了。你有钱就了不起啊？有钱就可以随意插队吗？闺女，以后你找对象可不能找这样的，听见没？斤斤计较的，以后一起生活了可怎么办？大的带坏了小的，连自己的女儿都教成这样，我看以后呀也没啥大事。你们有个孩子，快救人啊！孩子，我的孩子，救命！救救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！没事啊，你别哭了。宝宝，你没事吧？宝宝，快让妈妈看看。谢谢你。以后不要把孩子一个人丢在车里了，很危险的。